最佳节日的项目，最佳绿色设计，得奖的商场是奥海城。我哋会在商户嗰度收一些厨余，咁收到之后咧，落到嚟就会先磅重啦，记录翻嗰一间嘅商户厨余重量。咁记录完之后咧，我哋就会推去厨余机嘅升降台嗰度咧倒落去噶啦。之后咧就会有一个筛选嘅动作啦，睇下有冇一啲唔可以放落去厨余机分解嘅嘢喺入边嘅。咁筛选完之后咧，就可以倒落去厨余机入边噶啦。我哋鋪頭咧每日都會棄置一啲報銷咗嘅食物同埋爛嘅生果。咁奧海城咧見到我哋有呢個情況，亦都介紹咗佢哋商場嘅廚餘回收計劃。咁我哋覺得呢個計劃好有意義啦，一嚟咧廚餘回收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，二嚟咧遲啲垃圾徵費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幫我哋公司慳翻啲錢。我哋會在商場公眾位置啦，同埋參加嘅租户廚房入邊咧，擺放一啲玻璃樽嘅回收桶嘅。咁收集到嘅玻璃樽咧，清潔同事會先自己去做一個清潔啦，再拎乾翻啲玻璃樽，之後咧就可以推上去個工作台上面咧，倒落去呢一個聲波共振碎玻璃機入邊咧，去進行一個破碎嘅過程嘅。玻璃碎咧，我哋就會再去做一個環保樽。